玩玩快乐，啊，岁岁岁岁爱越看波，恰恰恰，啊，爱个咻咻咻。你行过路，揽着我的情歌，本来雨伞有你来感动。啊，爱的天波，心里嘛莫啰嗦，阮会搁脚对你好，我会将你当作宝。爱的天波，歹话拢无。爱的天波，我退一步，欢欢喜喜，玩玩快乐。念过一世人，爱我娶某生囝，恰不死心。那是为着生存我的姻缘，要来牺牲这么多人，我愿意放弃文贵哥哥。你是为惊死，才不愿意娶我？请你永远莫来找我。多谢，真正多谢你，在下柯孝东。小可代志唔免客气。甲你做伙的查某囡仔，都无一个会有好的下场。甲你上适配的人，就是我。七早八早安尼喊到大声细声是咧喊啥啦？阿母，你看啊！寸土，金山，金山，金山，真正是你？是我。真正是你，阿爸，你无代志，真正足好诶。彩虹啊！感谢郑水妈保庇。我唔对啊。真正是大慈大悲的郑水妈把我救回来。彼天我起起的时候，倒在溪边，仰过我身躯，什么拢无，敢那村里给我那张保箱，我为着要回来，死鸡去共分，后来破病倒在路边，好佳哉，这柯公子哦。把我救回去，而且哦，搁请大夫把我治病。感谢郑水妈，除了感谢郑水妈，嘛要感谢你救阮阿爸的性命，搁把伊送回来。吴小姐，敢讲你袂认得我？在下柯孝东。你是顶一遍和灿烂上着迄位公主？你想起啊？顶一遍我来的时阵。吴老爷搁伫阮家里用病，啊，因为伊身躯顶有后天宫的保身符，所以我才想讲先来大庄遐探听看卖。迄天受了你帮助了后，才发现原来你就是吴老爷查某囝。安尼讲起来，咱真正就会。这是冥冥之中的回报，你救阮阿爸的性命，这一切拢是郑水妈的保庇。那呢，即个吴小姐，你敢愿意甲我讲你叫啥名？我叫黄彩虹，这位是阮阿母，这位是阮小弟黄武雄。柯少爷，你叫阿爸一名，以后你来大庄就来找我，我一定好好跟你交代一下。那呢，这几天我就交了。应该啦，我随去安排客房给你。阿母。你到底是要跟我讲啥？先怎一定要等下房间才当讲啊？你对迄个柯少爷的印象安怎？你是想要我嫁给柯少爷哦？啊，你不是希望嫁离开咱大庄愈远愈好？伊都符合你的条件啊。凡人的心内安尼反起反倒啊！爱一个人，敢毋是应该一心一意啊？不是，咱两个真正是半斤八两，目睭无目，把咱看作人物。你骂了真正太好嘞！我千里眼嘞，我是会当看甲足远的，结果看一下就走进去啊！
我也不是同款，我是顺风耳呢，说听无烦人，所讲的话是真心的，也是假意的。张嘴嘛，我唔对啊！我甲阮娘对文贵的敬爱，甲伊当作是爱情，所以去破坏着一段好姻缘。我嘛唔对啦，我无真心去补救，反倒倒来，佮公婆插话，欺骗着张嘴嘛，实在是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母亲愈烧愈严重，俺是要安怎？阿母姨，阿母我紧啊，我休困着就好啊。阿姐，你又怎好啊？今仔还搁伫遮？我拄食点烧烤壮油啊，今嘛还能要互你啉啊？阿爸真是。母贵啊，人因只是好心好意，专要买互你啉，你哪唔接受啦？我娘啊，进来啦！门口扫干咧，紧叫大夫啦！我，莫搁点啊！我，紧去啦，紧去啦！好啦，母姨，你莫着急啦，我即马就去啦。紧啦，紧啦，紧去！门口啊，你赶紧嘛！门口啊，你莫甲阿母吓惊啦，你一定爱平安无代志哦，门口啊！门口啊！天煞高清命造成的结缘，一定爱两个其中一个死去，才会当化解。敢是顶辈，我无让黄彩虹死，才害文贵的病愈来愈严重。不应该，我袂当让文贵死。敢若无伫咧遮？陈家庭教育，今日就要将伊的死仔囡仔找出来。好佳哉！我好用爱，真会等哦！柯少爷食了，一定会饿落的啦。我黄母雄哦，真正是行啊来的啦。哈，你什么无洗目睭啊你啊？又果是你，我有你顶届年啊，你叫我来招你公婆。别讲，我今麦无闲，人家甲你讲哦。你等下，你给我转来。你今仔日就解释清楚。你吃。我想要米，总算给阮找到吼，啊，不过紧夹钱行来。哦，你欠人钱哦。我无，是因爆歹叫，害我钱拢输了了，搁讲我欠人钱。是你家己硬要你来补的，我将搁有你签的借条，反正你今日若无还钱，我就将你卖掉。那当然啊，你这样就欺负人诶。叫人来啊，谁？哎，等下，伊是欠你偌济钱，我来退还。你要退还？无你是啥物人啊？我是黄家上辈黄母雄少爷，这点好啊。你这手机啊！你赶紧走！紧张啊！大姐，我走不好呀。袂用啦，因就要摇来安尼，紧点。我真正无法度。来，你抓来！等你。行来，就出来，行。好佳哉，我给你拿着。你哪能咬紧？我是看你要无开，我是穿袜开，我嘛不是超工的啊。我无开，你哪能咬紧啊？我也袂过安尼，爸无给你离家学啊，以后是变哪做人？
我又够难坏啊！你这三宝钱出车的呢？大概拄到你都无好代志，你哦离我愈远愈好啦！你去哪里去嫌我？我猜我跟伊好天公替你求平安符。以后咱两个参无到最无人，你我哪见面？你别走啦！阿娘，原来你这么思念我，我足感动的。你别变，把变了伤紧啊！我的名叫做李文贵啦。我知影啦，我搁会记。你搁会记你我的名？金妈，我嘛非常啊。在这个世间，也应该只有你会当接受我，请你答应我，嫁给我，好不？虽然讲我无啥物钱，也毋过你厝内代志还阁有胸脯，我会陪你做伙面对。你毋是一个人。那已经过去啊，我是毋是应该放互袂记？唔知吼，你着莫怪我。伊若无死，着换做文贵爱死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文贵。你，又阁是你？莫生气，阮祖子弟是为着你好啊。郑水嘛有听到你的心愿，伊为着要替阮赎罪，所以决定要完成着你的愿望啊。我都想讲，要让文贵哥哥吃较好药啊。那准是安尼，嘛袂当去跋筊啊。迄讨筊笑的人哦，拢迄种吹面撩牙啦，罗满齿刷啦。万一若讨筊笑讨来，这是变怎？哎呀，阿蒙姨啊，你放心啦，有我在哦，无人会当欺负阿娘啦。因为是我黄母雄的娶的某。喂，啥拢要嫁互你啊？啊，你在讲啥啦？咱两个人拢已经去咯。我甲你讲，你敢若会当嫁予我，唔通嫁予别人，知影无？哼！你莫跟我遮直接啦，就歹势。我娘啊，啊你毋是介意阮文贵啊？我即马较介意武雄。武雄。保养人真好，为照顾阿娘，我咪当放心啊。阿娘，你哪会当看一个介意一个啦？阿蒙姨啊，这个代志我好好甲你解释一下，因为我心里有较缘投啊。哈？阿好啊。啊，你毋是多吃药啊？娘，哪会阁少？看起来最严重的呢。好啦，只是小可感到。那安尼哦，我看你手较强要。莫来讲啦。安尼哦，我紧啦。我家己的身体，我家己知知。假使我若是先走，我阿母
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。呸呸呸呸！阿母还佫伫个，你莫踮只讲只歹结条话，你是要让阿母烦恼？阿母，你莫生气啦，你是我上甘袂落心的人。好啊好啊，不用啊，你先回去啦，等我阮文贵好好休困啊。不要，我泡妹的代志，千万莫甲彩虹讲。你就甲讲，我已经离开台中啊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我要甲伊讲。迄苦家咧当地足有名望的，你嫁过去绝对袂吃苦，以后一定会甲你笑命命。村头啊，去看卖柯少爷，搁欠啥物物件，去烦恼者。我有话要甲彩虹讲。好啦。阿爸。彩虹啊，阿爸问你，你答应要救柯少爷，是不是要替阿爸行殿前？你是阿爸唯一的查某囝，我嘛希望你以后过条幸福。阿爸所欠了的人情，阿爸家己会还。我希望你想清楚。阿爸，我已经想甲足清楚啦。难道即摆即种状况，嫁予柯少爷是上正确的选择？你放心，查某囝知影应该安怎做。这场婚礼一定会最顺利的。感谢感谢，来得请哈，来得请，感谢感谢。阿邦姨，我用请人摕来药啊，我胃哥哥伊拢吃袂落去，即马是要安怎啊？阿婆跟我讲哦，你稍等下无时间吃物件啦，啊，这碗银耳汤哦，你先吃咯。我知影，你先看嘞，我等下就吃。阿姐啊，有一款代志，我想要跟你讲。文贵啊。阿母知影你是一个足有孝的囡仔，你三岁都无老爸啊，恁老爸迄头，佫把我当作家刀兵剃草手，无要甲我往来，害我家己一个无亲无戚，就爱安尼去摆搭玫瑰妆迎你，怎法度安尼甲你疼到这大汉？亲妈。应该是你的娶某又害我的时阵啊！阿母姨，你莫讲啊啦，我伊哥哥已经足艰苦啊，伊敢会比我较艰苦？我少年都无红安的，只嘛甲我出你一个孤囝尔，伊敢忍心放我一个人，看我一个白头苍送个乌头苍的？文贵啊，假使你若真是又害我！你应该好好活落去，不贵，你紧精神啦，不贵啊！阿母，你莫听，你紧精神。林公，正水莫甲我斗三工，是要待到什么时阵？我感觉恁是咧甲我装笑。你敢真正这尼啊想要甲文贵啊做伙？对。若是搁等落去，文贵就会死，一切就袂好啊！安尼，阮就照正水脉吩咐，予你完成愿望。胭脂糖洗真高，扫落来，免烦恼胭脂红啊！
那那就向你欢喜啊！正水马为着你是几年拢无落雨，所以啊，你这个胭脂糖才当赚这多，这是正水马的功劳哦。正水马总算会知影，爱照顾胭脂糖啊。对啊，我的另外一个愿望呢，伊敢真正会让彩虹死，让我还佫有文慧做伙。在民间的信仰，妈祖身边都有千里眼、顺风耳两位将军，负责替妈祖办代志。想袂到因竟然是妖精变神仙。千里眼、顺风耳呢，伊本来是这纣王、商纣啦，哈，纣王的这个部将，武王伐纣的时阵呢，殉职。啊，结果伊的灵魂呢，就飞去这个桃花山。妈祖经过桃花山的时阵呢，两个兄弟就逼婚，双方展开斗法。这个千里眼、顺风耳哦，去让妈祖给收服。啊，从此以后呢，就变成妈祖的驾前的部将了吼。啊，为什么这个千里眼、顺风耳写作这么歹看呢？吼，因为伊本身是妖精的关系，妈祖的主笔对应的就是伊的部将迄款啊凶恶的样子，或者妖魔鬼怪呢，也当心生畏惧啦。听说两位将军出巡的时候，头顶的高钱就是代表死后升神的阴神，是神明的随俗才有的特别装饰。一块砖，一片影，一间厝，有咱两人双手所留的血汗。一粒米，一块碗，床咱的夜夜双双永远睏做伴。虽然有当时心会酸，有当时会痛，只要身边有你作伴，有你牵手行，不怕天地为何改变运命。愿衷心予你带，只要你眼中有